同学们好，今天老师要教你们新的生词，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星期我们要学哪些生词呢？第一个，飞行员，飞行员 pilot， 机场，机场 airport，飞机，飞机 ，aeroplane， 空姐，空姐 ，stewardess， 登机口，登机口 ，boarding gate， 登机牌，登机牌 ，boarding pass， 行李，行李 ，luggage。好，那些就是我们这个星期要学的生词，谢谢。